剧很可怕吧？明年会不会就走下坡？顽童摸蛋显标男儿泪受滋味，一发片就会红。这一次就是三场演唱会下来的心得，我现在脑片一袋空白，蛮蛮累的啦，也是脑片一袋空白。嘻哈天团顽童结束连三天干大事演唱会，我感超很酷，就觉得最后一首歌，然后想说想要就是跟他们两个讲点什么话，讲一个我自己快哭了，就是2030嘛，他又在放那个歌，突然觉得哇，我们写的歌其实蛮感动的，自己感动自己。我原本没有想到会这么久，我原本以为我一发唱片我们就会很红，哈哈哈哈，有点可怕吧？明年会不会就走下坡？开玩笑的，我们不应该硬要在小巨蛋然后唱七次，把我们自己搞很累。我们应该是找个30,000人的场地唱两次就好，像你赚的钱是一样的。张学友五月天都十几场在唱的。不是啊，问你重点是他们一首歌几个字，我们一首歌几个字。他们有一首歌好几秒时间都在呜，然后这样就过去了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，至于地铁音响出包，抱歉，我们刚刚。耳机有点问题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就是天要塌了，真的，你等48分钟，一般人早太虚你了。我那时候最担心的是他们开始生气，然后他们开始虚我们，我不想当第一个在小巨蛋被虚到结束的人，对，我超紧张的。